先来用午餐。呀，这么大碗啊！今天吃面条呀？对，一人一家子啊，一人一人的。够了没？不够。不够吧？再来点儿。这么多？嗯。再给你加点。别说你面子不给。再来点儿。还要啊？我量比较大。你猪吗你？够了啊。啥呢？二斤面子。不行，再来点儿。别人吃什么？你最好了，再来点儿。满了，行吧，这次放过你了。你这太差不多。太麻。太能吃了。黄瓜。人家都以为我们是豆芽增肥的，对吧？我能吃能练，好够了。好够了，来，西红柿鸡蛋。哎，勺子。不够，再来一勺。一勺子。好，行吧，来。来一勺子。肉酱，这什么肉呀？这是鸡胸肉，不是。这火腿肉，火鸡肉，来吧。你咋不说是你的肉？看，饭了，家人们。